公主号畅游中南美洲七人亲友团中，13号指挥中心宣布其中4人确诊，明知故犯，究竟治疗费用谁买单？指挥官陈时中也给出答案。那治疗的费用我们不会收了，治疗费我刚才讲过，不论是国籍不论什么情况，只要在台湾有确诊的话，我们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他。在台湾确诊就是台湾出钱，搭乘珊瑚公主号确诊的4名台籍游客确定由国家负担医疗费用，不过其他3人可就不是如此，因为明明知道全球疫情严重，却还是登船旅游，属于明知故犯。其中检疫、采检费用都要自费。它是符合大概我们第58条吧，大概这样子出入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区域，那我们就是得征收相关的费用了。筛检阴性3人自掏腰包负担的费用，包括之前公布的检疫所收费1天3000元，2个星期14天就要42000元，另外还要再加上一次3000元的采检费，且隔离条件为3采阴，因此至少必须采检3次，也就是9000元。粗略估计下来，3人必须自费51000元。他们在集中检疫，需要还有采检的费用，都会由他们自己出。明知全球疫情严重，还出门啪啪照，台籍游客返台也得为自己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林伟鹏台报道。